八八六十四更好玩、更fun、更样耶！ Yeah! 这星期的八八六十四呢，周一我们将会有网吧 crossover 尝试的出现呢、会和我们聊一下他们和我们会有个怎样的 crossover 呢？那周二呢，我们的八八小主持 Emily 呢会送上你们所投选的歌，会 cover 给你们听哦。周三我会为大家揭晓心目中的本地电视剧男神呢，所以记得要收看八八六十四。